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。延续咱顶一回，含咱探讨到孟子义的情形，在中国神话中，盘古开天地，破开了混沌，清气上升啊，成为天啊，浊气下降啊，成为地。那天地就安尼来产生啊，那天地产生，当然伫这个地上呢，这个人的由来，即一寡呢中国神话也都是安尼产生的，开启了三皇五帝这种传说。那人呢，是安怎伫中国神话？由来的传说，当然就是水林氏以及着花俗，因夫妻产生了往后的伏羲甲女娲祭人，那渐渐流传出来神话，就是安尼啦。那不管几千年呀，这种古人的神话啊。是按宋朝流行起的，那凡事啊，考古啊，拢会当啊，来印证一寡代志。就亲像大中华民族，咱所谓的炎黄子孙啊，就是所谓的新娘以及的先源嘛。咱的文化大体上就安尼开启落来，到着商朝，咱建立了完整的文字，称为甲骨文。但是当然，较早的译文嘛，即嘛根据考古家找到真济比即种商朝较晚久的文字啦，但是真歹翻译出来啦，所以无得到，这个世界运动啊，咱的古文化也搁停留伫个三千几年至四千年这中间，咱啊追溯去，当然久个啊咯，这是看咱用在什么款的眼光去看待礼仪啦，那呢，当然虽然是了后开始呢，就是流传着，咱这个中华民族这种神话文化一直留下来，这世界人类开始呢，生生不息的繁殖下来，到咱今，那咱今崇拜神，当然这三皇五帝拢历在内啦，那这是人方的啦，这并非大自然的啦，那这种盘古嘛是同款啦，是咱想立出来一个神的意啊。那当然安尼阴阳两面啊，有神就魔嘛。那魔呢，含神同时啊的主宰，伫这个天地间啊，同款拢主宰伫真内底啊。那呢？魔消之地啊，无极也。这也得够其他宗教吼，比如咱进吼，佛教也好，道教也好，儒教也好，也够翻译出来足济种的宗教，比如无极这种理论，是渐渐啊来产生啊啦吼。那呢，因道这种理论啊，魔消之地。叫做无极，那魔性甲神性啊，其实拢是同
的来源来自同一个地方，这就是混沌破开的，就亲像讲人性同款啊，吼。那但呢，为人就无爱甲用做人性，就是用一个无极的世界，吼，来甲伊谈论啊。那无性呢，消失的所在，就甲称为无极的世界。但是伫这个六尘的世界啊，吼，无性呢是妄语心性并存的啦。那什么会叫做六尘呐？直接小可讲予大家知影，因为这吼是牵连着其他宗教的经典呐。吼，我呢吼是大体上讲一下就好啊了。吼，予大家知影。吼，其他宗教所谓六尘、七尘，吼有一种讲法。吼，那伊所谓的一尘呐，就是一个点。开始就亲像讲，伟人讲这个大宇宙啊，哦，本来完全是空无一物，按三成一个点开始，那由点呢连成一条线，就一点一点安尼，吼、哦，交接起来，连成一条线，这称为异现。现就是现合的意思。那呢？按这线呢，开始产生立体性，吼、哦，就是用立体，吼、哦，线开始一线一线的交叉，甲排列起来，吼、哦，立体构成的叫做三现，这就是慢慢的造就一个世界，吼、哦。那呢，什么叫四现呢？就是甲这个立体，吼、哦，这个情形。赋予时间，咱知影吼，每一个造就的世界，拢有一个时间的赋予。吼，就亲像咱咧算年数共款，咱这个地球啊，吼，你甲算一天啊，吼是24点钟，但是你甲算火车的一天，敢24点钟无共款，因为伊的自转力，吼，甲伊的公转力无共。所以讲是不同的，由此可见，这个大宇宙啊，吼，时间的构造也拢无同，也拢无同款，吼，这大家应该真清楚啦。这只要咱读册，吼，有小可科学基础，都拢会知影。所以讲，伫另外这种经典内底所讲的，唔是佛经哈，这个叫大家强调。但是我呢，吼，也直接拍摄讲讲人什么款经典，吼，赋予时间了后，伊称为四现，吼。那第七个呢，吼，时间以及着线立体产生了，佮个赋予思想，就是想法，就称为五现。那呢，元神开始有思想啊，元神来主导思想，因为人啊，哦，只有思想，你空无啊，哦，这种心性啊，嘛无法度成就，所以用主要的元神来主导思想了，称为六贤。那第一七贤，就是平常咱人所谓的心界。就是因所谓的七贤，代表着思想之外无极，就是你无法度做其他的解说，只有用一个无极来做解说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吼、哦，人因其他的经典所讲的。好、哦，所以伫真内底呢，吼、哦，因为六贤世界物质啊。这是因的讲法，哈、哦。而七贤世界是魔性消亡的世界，就是七贤，哦，就是所谓的无极啊。所以当时啊，哈、哦，因为咱如果用人性来讲，咱的本身自心啊，麦当讲咱人的成就是一种七贤所成就的啦，哦，其实嘛是同款。
咱人体啊，就亲像一个小世界。啊，以咱佛教来讲，吼、哦，就是咱人这个阿那意识，吼、哦，来主导着咱的八识，吼、哦，在八识中做一个最终的主导，存在着咱过去的善恶正知，吼、哦。甲咱今生所作所为，吼、哦，阿那意识就亲像一个仓库，造就咱的因果甲业报啊。吼、哦，安尼讲，大家可能就会较清楚啊。所以每一个人呢，伫咱民间来讲，大家嘛拢认同，咱佛弟子嘛是认同，大家当时啊，拢执着心性甲魔性。啊，咱佛弟子当然毋是安尼讲，就是讲当时只有佛性甲魔性，但是这理啊是共款的，只是这种吼、哦、吼、哦、咱所讲出来的名词无共。咱人做善做恶，是因为你的善与恶的比例无共啊。如果以佛性来讲，就是佛性。甲魔性的比例无同，那或者是用心性甲魔性的比例无同而已啊。简单来讲，伫真内底民间传说、道家传说同款，吼、哦、魔性啊，拢会当解说含咱佛教所讲的欲同款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世上啊。哦，俗语吼，或者是文书内底都安尼讲啊，色有物啊，非我执；我心欲啊，欲执，此为魔。哦，就是讲世间啊，吼、哦，有一寡物件是咱得袂到，世间毋是逐项咱拢得会到啊。哦，无一定啦。有足济代志嘛，金钱买袂到的；有足济代志嘛，毋是咱能力做会到的。吼、哦，但呢，咱心啊，真想要爱，是毋是足济人有这种情形？吼、哦，物件得袂到，但是咱个内心真想要爱，真想要得到。吼、哦，这就是欲念。这就是咱所谓的魔性，那咱佛教来讲，这就是咱的三毒根，就是魔性。哦，希望大家清楚一下。哦，所以讲神佛这种讲法，就是咱所谓的三圣根。哦，咱讲三毒根，就是贪嗔痴。哦，三圣根，就是咱所谓的。戒定慧，哦，就是约束咱自己，断除了这欲念甲贪念。就比如啦，亲像一个人啊，吼、哦，为着金钱甲利益啊，咱人有足侪相信啊，吼、哦，咱大德菩萨恁周遭嘛有足侪这种的人，有足侪种这种情形啊，为着金钱。为着利益，做了呢违背自己良心的代志，吼、哦，这呢吼，会当讲呢，就是你的魔性较重，你为着想要贪取，吼、哦，所以会造就了足侪犯罪代志，而且呢，明知影这是犯罪，你嘛想要搁去甲做。这就是魔，也就是因为咱的欲念是一种苦动，欲念就是想法，就是一种苦动。哦，那咱人为什么会有魔性？是因为安怎？这是天生具足啦，就是咱所谓的无明啊，十二因缘内底所谓的无明。就是这样，因为咱过去所作所为，咱今生并不知影。
咱今仔日会知影，是因为安怎？因为咱学佛啊，学佛了，咱知影因果，就亲像我进前，对，讲予大家知影，甲探讨、分享这因果的代志，就是咱今生所受的一切，然后咱就知影咱过去所种的因是啥。啊，咱人的欲念是毋是无法度统计一切？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拢有伊家己的欲念，阁有分有主动的欲念，就是讲你呢，吼、为人正贪钱，那贪钱呢，犯法伊嘛袂阁去做啊，吼、为爱钱爱甲。做官呢，做真大呢，吼、哦，因为伊权有啊，势有啊，名嘛有啊，爱欠的是啥？欠金钱。因为细汉家庭可能较困苦生活，那当位地位高啊，权势高，伊得想办法来满足自己。这种金钱的欲望，因为这细汉的时阵啊，艰苦久啊，当然就想要讲，愈有钱愈好，安尼呢，会当呢，带好、穿好、用好嘛，这免不了的。这咱人伫细汉就种下这种志愿啊，所以伊的欲念伫金钱顶，那当伊。有够这个能力啊，伊就想尽办法，好、来，这种摕到这不正当的金钱。那有的人呢，吼、贪女性，那贪女性呢，伊嘛会安怎？欲念欲心嘛，好、就想尽办法。要去得到这个满足性的欲念，好，那为人的贪命，这种的在咱现今金社会啊，看有够多啊，好，贪食、贪困、贪耍的，各项有啦。那每一个人啊，哦，因为环境无同啦，哦。造就起来欲心有哪无同，但是咧，这拢通称为妄，就是咱的心念、欲念、偏向未满足的，这就是魔性。啊，每一个人拢记住啦，毋是阮呢，就较清高啦，毋是，阮嘛是伫学习中。我嘛是伫断一切欲之中，无愿意沉沦伫即个欲念内底，再选择来行即条出家修行的路。因为佛就是安尼，啊无佛教欠啥？伊吼、是一名太子呢，伫皇宫内底爱啥？有啥？伊也无欠食，无欠穿，对不对？嘛无欠着用。做太子哪有欠？伊也毋免含人争权夺利。伊的父亲郑桓王，自然，吼、年纪若到，或者是体力较歹，伊就甲王位让予悉达多，就是咱的佛陀啊。其实。早郑桓王就有这种想法了、是因为当时啊，悉达多还阁较年轻，伊呢希望伊会当统一接承伊的王位啊，然后会当扩大国土啊，啊，袂当讲啊，当时的徛比罗卫城是伫印度来讲是一个小国家而已，并毋是足大个国家。哦，
啊，那每一个人的欲望一定拢有诶，但因缘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产生诶。伊佛陀来这个世上是要度化世人诶，是要传下真理，即个解脱行持诶方法。所以自然就产生了伊出现。看到这种种的境地，将伊本身自身的佛性完全爆发出来，爆发出来了后，伊开始学习，将着所有以前过去的习性、过去的精神，拢总消灭清楚，经呢正得。伊完全过去积聚来佛性，伫当世成佛，也就是这种情形。所以讲，咱真啊，徛伫人的立场上，一念成佛啊，一念也成佛啊，盖在咱自己，家己去选择。你是要徛伫成佛这一面，好，也是要徛在这种欲念这一面，这靠个人的选择啦，唔是每一个啦，吼，外强拢是修行者，就代表伊会当正得高位啦。毕竟佛法就是佛法啦。那世上的变化到尽了，已经有许多许多不可测的代志，是幸运咱懂得学佛学，懂得学佛理，知影即善即因德作用德，知影讲因果的可怕较恐怖，所以咱。秉持着这恶性甲恶念，就是咱的魔性甲魔念，咱则有法度减除这业障。那今仔日吼，将着魔代替上也讲到这了，吼、哦，希望大家清楚了。其实不管是佛是神是仙是魔，一切拢为心所造。希望大家了解，下一次咱再来谈论这个妖，吼、哦，这妖大家拢知影吼，毛咱听过啦。但妖啊，吼、哦，其实是魔的另外一个变异的情形，称为妖。吼、哦，那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无多和大家继续相谈，希望咱大家啊。也是修行为重啦，吼、哦，也是爱用心为重。希望恁多布施拥护，我会当继续伫遮宣扬正法正理。祝大家一切平安，阿弥陀佛。邀请你发心共同参与。弘法利生的善缘，种得善缘福报，护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护持账号：42032201，户名：黄英雄，联络电话：0979041。我一口。